所以哈、哦，人潮就是比较不会那么顺畅。外面的哈、哦、那个部分就是说明显度高一点，啊，有吸引力这样子，人家一看就会想说，哎、欸，要进来，不管哎、欸、他想不想消费，不过他会想进来看看，哎、欸、呀，这样子是比较重要。